我操，什么意思？的行囊，就在楼梯。淡淡留下。啊，完了，我这楼爆了。八百楼。哎，别去！我操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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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救！丢货了！没事，刷不到。听到脚步了吗？就在围墙。丢着嘞。不用丢嘞。憋死了。哎，屁股，楼管。这枪哪开了枪？到了。进门了吧？哦，楼顶。我操！我操！砸他！我操！我操！他飘倒了，兄弟。对，我也在点他。挂逼吗？不是挂。去给他撞了。打残了，打残了。他一丝血的。对，我也打了好几枪血。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流。我操，好雷！我操，一地雷！帅帅帅 ！What the fuck， 兄弟！哎哎，三层楼，但我没东西了，兄弟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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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着吧，打着吧，打着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他停了，兄弟。外星人！又打残，又打残了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外星人，吕布，到你了，这个交给我，我扶人了，这个交给我，我只能说全是残血，不要让我失望，还不，哎，老干拉你，老都不管你了，牛逼，我找四个助攻兄弟，直接弹了，厚底线，雨露均沾啊，后面。完了，被拉扯了。我操！别搞死兄弟。这不倒，喂！兄弟他，哎，这刚才是有人吗？不确定，没确定。我操，这人为什么那么肉啊？不懂。没脚步了，就两把枪打了你。刚才我一下车，有那。